皇帝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，拜祖敬宗是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主脉。作为英国威尔士政府在中国的代表，我每年都会积极参与在农历三月三举办的皇帝故里拜祖大典，以及四月在郑州举办的国际经贸合作洽谈会。今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，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，再一次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。我真诚地期待威尔士与河南、中国和英国能够携手抗疫，共度危机，为两地两国更深入的经贸合作、人民的福祉做出更多的务实推进。